下面我们这儿的流量担当了，秦霄贤、何九华、玄龙雅。哎，嚯，我去！我以为手榴弹呢，你这吓我一跳，你，这个声啊，都，哎哎，你妈妈喜欢，你爸爸同意？对不起啊，冒昧了，冒昧了，冒昧，很开心啊，很开心。哎呦，我去，就喜欢大哥喊哈。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我们要入活了，别喊了。哎呀，反正很开心吧？今天属于大封箱，是，说实话，满庆满座。嗯，来了很多朋友，但是说实话，今天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一样啊，意义非凡哈。对，因为这个呢，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封箱的演出。哦哦，嗨，我以为以前都没来呢。对对对，第一次在大风箱上演出啊，正经说相声，其实还是很紧张的。嗯，因为看到这么多朋友啊，拿长枪短炮的，我的天哪，很开心。嗯，但说实话，上来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是，有认识我们的，也有不认识的。哦，我斗胆的问一句，嗯，有不认识我的吗？嚯，胆儿太大了。哎，回来。第一次演就演两分钟啊，就让人摔完了就下去了，太伤心了啊！又不认识我们的，得说一说啊。有自己个儿的名字啊，叫秦霄贤啊，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介绍介绍我身边的这位 啊，我的搭档哦，叫什么名字呢？嗯，叫好，我觉得不是，除了好，我还有一个本名，有自己的名字啊，叫何九华。哎。很开心，嗯，我说实话，嗯，出去工作也挺长时间了，是很，其实这一年吧，说相声的次数比较少，哎，年头演了几场，年尾这又封箱了，对，其实一突然一回来说相声还挺紧张的，是真的，你说实话，我是来说相声的哈，啊，是不是有何老师就是录像，知道吧？啊，确实是。喜欢说相声，因为回到了这个剧场以后呢，能跟观众的近距离接触还是比较开心的啊。那当然了，因为能得到第一时间的反馈，对，这样是很舒适。哎，不像录像。对，你现在想一想，出去学习了这么久，终究还是这些。那我们相声演员学的这些东西，说学逗唱啊，对啊，这也不容易，也不简单。但你说当时在当学员的时候学习的这些东西呢，但拿出去也能用。啊，学以致用，哎，都能用得上哦。因为学的东西很多，嗯，相声演员，你别看舞台比较单一，嗯，可能就一个场面，坐两个麦克风就演出了，还有俩人，对，哦，对，还有人，对对，哎，对，干立俩麦克风也卖不出去票，哎，这样正常也就其实就演了啊。但是呢，我们要是说去叙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靠一张嘴啊，那简单了，靠我们的肢体啊去学习，对，让给呈现给大家啊，构建一个画面。拿我来说呢。就这方面就比较优质了，优越了，非常的棒。就这几句话都没理，对，什么什么，优质了，非常优质，优越了，非常棒。哪方面强啊？最好的吗？啊啊，对，说学逗唱哦，学人不是刚才学了吗？他学的不行，他不行，他不行，嚯，他学的不叫卖吗？啊，对呀，我不爱这个啊，您不爱学这个？对，我喜欢高大上一些的。您爱学。哎，我学的比较好了。爱学什么呀？我喜欢学后面的，叫哑巴打手势。哇，这么快，入活吗？都挺着急。哑语。对，哑语。哦，这您会啊？哑语吧，怎么说呢？嗯，其实呢，这么多年我一直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嗯，真的。你不是什么富二代什么？不是都？哦，都不能说哈。哎，其实我一直隐瞒了我自己的身份。您什么身份？其实我是个哑巴。你还是当个傻子吧，要不真的不是你上台说半天话了，怎么了？怎么又成哑巴了？又我怎么我好，就是我现在是希望你哑，但是你怎么成哑巴了？你说生活所迫，我都是被逼的。
被逼的会说话了。对，哦，就是您会哑语就完了呗。哑语好极了，我就光哑语来说吧，我四年了，光学习哑语、手语这一方面的吧。您啊，嗯，嗨，那是挺厉害哈。当然了，嚯嚯，裤衩着火，当然了。你还是当个哑巴吧，行吗？少学这俏皮话了，真的。您学哑语学四年，四年，那我真高看您。说实话，我今年啊三十六，我学哑语大概得34年了吧。嗯，你2岁就是个就开始学了？不是，我小时候我奶奶真认为我是个哑巴，知道吧？后来带我上医院看病去了。啊，后来发现我奶奶是聋子。你长大真不容易啊。所以我就学这手语啊，得跟我奶奶交流啊。你真的会吗？对，就把说话这技能愣憋回去，就是跟他交流。我学了四年。我学34年。我可以给你当一回哑巴。那我简单的考你个。考什么？手语啊。可以可以可以吗？很自简单的啊。行，太难了，我怕你不行。不可能。完，呆住了。完了吗？完了。哎呀，好。行啊。哎呀，好你都知道。嗯，你不说棒哈？好，好。行。嗯，你看这个。哦，这稍微难一点儿，好上加好吗？成语。行。啊。真学34年哈。34年也不光学这个好，啊，哦，这是抖搂狮子，这是，我给你上难度了啊！上难度，上难度，好，我喜欢这种。好啊，哎，好上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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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就多余费那劲，不就到这儿停止吗？不是，嗯，不是，啊，停止是这样，那这我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什么呀？顶好，哦，刚才是够那天花板呢，是吧？就实在上不去了，顶。您这不是正经哑语，这不好吗？没有哑语里有顶好，有，不是这么比。你看这个，顶好啊，嗯，这什么呀？蘑菇。哎，你再看这个，这是雨伞。我是傻子，哎，对，嘿，知道就行，这不是哑语了，就对不对？再看这个，有没有别的？再看这个，嗯，拘魂来了，你跑这儿？拘魂了，不是这什么呀？这是哑语啊？哑语，这什么意思？就是动作可能稍微大一些。啊，对对对对，什么意思？不知道吗？不知道。就这么说吧，你说下个礼拜的今天，下个你用得上？下个礼拜今天，那不就是年三十吗？啊，对对对，啊，能用上什么？弄死你我！我弄死你我！大年三十我头七，我这儿出殡，他们放炮是吧？他喊的，你打我干啥呀？你要我够得着他吗？我，那你得让我说出来呀。废话，你要不比他能说这是头七吗？这个大年三十你头七，哎，这日子选的啊。这个来点别的，这不是正经哑语啊。来点别的，太不吉利了。这个啊，数字8，没有童年，手枪啊 ，biu biu biu 嘛，不就是啊？好，哎。你再看这个，嗯，这音乐的那种，这什么呀？哎，什么呀？带红外线瞄准镜的手枪。彪儿，真的，你这是给傻子确诊了，真的。我给你来整句的吧。哎，整句能对话的是吧？对对，整句的。我看这单词你都不行啊。是吧？稍微差一点哈。你34年学啥了？嘿呵。
哎，那你看这是什么？手枪吗？我不刚教的你吗？不是。八。不是。七。话筒。嗯、你看这有什么的？哦，哎，还能做杆儿。杆儿。行吗？你来点这整句儿的。来，给你来点整句儿的。啊，我怕难住你。不可能，你仔细看啊。啊。嗯。这是一句话呀。一说你们肯定都知道。我猜不着。不知道了。我猜不着。告诉你啊。什么？桂圆肾宝片。他好我也好，嚯！你知道的药够多的啊，你再给我比一遍。你看看，你看，你不是桂圆肾宝片，他好我也好。您真能琢磨呀！怎么了？不好吗？这个、这就是肾宝啊，肾宝片吗？你给我来正经哑语行不行啊？这多正经，这还不够正经。你再来一个，这我跟我奶奶没法交流。这个，我换一个，这不好吗？这个换一个，换一个的。他好，哦也好。行了，我就上瘾了，快再来一个。好了啊，嗯，有点羞耻都觉得。哦，你想。先洗澡不是，哦，你想边吃饭边洗澡？你有病吧你？啊，边洗澡边吃饭，那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不知道。告诉你啊，那什么呀？我嗯，爱哦，吃嗯，窝窝头。窝窝头。窝窝嘛，嘎着窝嘛，窝窝头。要是窝头都不可爱，还得是窝窝头。对，不好，窝窝头，不好吗？不好，不好。怎么这长的你都说不上来呢？废话，我哪儿猜这是窝窝头啊？这猜不出来吗？猜不出来。给你来个简单的，行了吧？简单一点行。你太笨了，你呀、啊。废话。哎呀，你快点，看好了啊，来简单的。嗯，完了，完了。嗯，不知道。这你又不知道？你给我再比一遍，什么意思？你啊，大伯好不好？啊，哎哎，我大伯好啊，这就是大伯是吧？大伯嘛，好，甲亢这是。这牙语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基础的日常用语我会，你这跟哑巴交流，大伯哑巴也不明白。那基本的牙语你都懂吗？简单的好咱会啊。好，这都知道。对呀、啊，那咱们学习学习。学习什么呀？咱们表演表演。怎么演？在这儿咱们俩有一个小剧情吧。好，比方说呢，咱们俩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发小关系。嗯。突然有一天在大街上碰着了。聊会子闲天，唠唠家常，嚯，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对，我呢演这个哑巴，那我呢，你来这个哑巴翻译，你不能翻译吗？啊，我会手语，你翻译没问题，可以吗？可以。然后一会儿你打那头来，哦，我打这头来。好，一会儿有个信号，什么？您各位注意了，嗯嗯，我呢一会儿一拍脑门呢，我就进入剧情了。啊，这就开始演了，可以吗？可以，来吧，来吧，成立。哑巴，哎哎哎哎，你不演哑巴吗？哑巴有答应的吗？有在大街上叫哑巴的吗？哦，不能直呼哑巴哈。首先来讲不尊重不礼貌，二一个嗯，哑巴十哑九聋我听不见，哦，耳朵也不行，你得跟我比划。哦，用上哑语了。对对，你得跟我比划。对不起对不起。
俩哑巴。这不怎么都不行了呢？不是你让我比划吗？我是哑巴啊，你能说话，你得翻译呀、啊。人家买票过来干嘛来的？听相声来的啊？看哑剧啊？这多别开生面呀、啊，这个太别开了。就是我能说话，你得说话啊！我好起来了是吧？你一直都是好的，你跟我比划。哦，我有这功能哈。啊，可以可以。街坊小哑巴儿，嗯，在路上随便捡东西啊。哎，我能说话。看看，嗯，哎呀，啊。哦，这是响呢，哦哦，啊啊，嗯，啊，想起来了，啊，这是我的新名字吗？这是，啊，何九华。哦，他说我们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啊，哎哎，哦，我，嗯，我呀，嗯，我呀，哎呀，哦，他说我们俩分开了，不见面，五六，呵呵，这是年了是吧？你这手语真脏啊，真是。五六年了，来，这你记错了，错了，啊，分开了，不见面，九年了，年了，哎呀，九年了，哎呀，啊，咱俩啊分开了，六年了，哎呀呀。你比我说的还清楚呢，九年了，对，哇啊哇！我小时候啊啊啊，想想，我小时候瘦一点哈，是吧？啊啊，小时候胖，小时候瘦，然后呢？啊。现在我跟气儿吹的似的，是吧？啊，怎么了？哦，为什么？哦，嗯，哦，还是一个英国哑巴啊？为什么？嗨，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不是说相声吗？往这儿说相声，东跑西颠呀，就过劳肥，就胖了。哎，哎，怎么了？嗯嗯，哎呀，怎么了？哎，哦，这正经哑语了，这是房子吗？不是，就是睡觉的地儿，我们家。啊啊，哎呀，哎，干啥呀？要拄一拐棍儿。不，鬼畜来了，跑这儿。就揉一铁球，走路这样，这个是这个吗？啊，这个这还用问吗？这我爸爸。哎，你们走路都这样吗？都？这我爸爸。哎呀呀！啊，老头儿。啊，我呀，啊我呀。啊，你问老头儿身体怎么样？别提了，死了。嗯，别看，别看了，就多瘆得慌着呢。
老头儿啊，对，没了，就是死了。我爸爸死，你乐什么呀？乐什么呀？啊，不是，不是，是，就是鬼畜给自己卡死了，可能是这。对，就是死了就完了。哎呦啊，也没死这么惨。啊，对，就差不多死了。哎，没了。啊，为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就是疾病，脑淤血。嗯，脑淤血。哦呀，哎，嗯，哦呀，怎么了？当，枪毙呀、啊！你看着点行不行？脑淤血啊，这边，当哪边啊？枪毙还挑边啊？脑淤血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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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别扔雷了就，乱枪打死的是吧？不是，你把枪先收下啊，就是血管儿，哎，血液，哎，往上走，堵了到这儿，哎，没了，哎，死了，脑淤血。哦呀，哎，回来回来，哎，你干啥回去啊？我捋捋，我捋捋，好，我捋捋。我以为你要爬树呢，我以为。哎呀，啊，嗯，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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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你要忍不住你就乐出来。哼，啊，这自己给自己拱上来了，这是。哇，还得两边啊！对，运气逼死自己。你想不想死啊？你？我也看不出来你难受，真的。噗，哎噗，憋这么大劲到这儿，噗。这死的挺俏皮，是不是？噗，就是哎，对对，脑子脑淤血啊，对哈，啊，这下挺惨，就没了啊。哎，对对对，花气儿，火了，哎，就是火化了。哎，没事，没事，你刚才乐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抱歉。哎，你稍微控制一下，控制一下。嗯嗯，哦，怎么了？哦呀。哦，还是我们家啊，哦，走路老背着手，驼着，啊，脑袋后头有一嘴儿，这个我妈，啪，哎，枪下留娘，好吧？没有，没有，就是老太太，身体好。哎呀，把没，没什么。我这没有可真清楚啊，爸没有啊，没有，哎呀，没有，哦，没有，没有，身体非常好。怎么有点失望是吧？这啊，你说吧，啊，还是我们家啊，这睡觉地儿我们家吗？哦，嗯。哦，这回跟我平辈儿了。哦，哎，啊，年龄比我小。哎，哦，哎，哦，长头发。哦，我这么大波浪啊！哦呦，哦呦，怎么了？哦，还化妆？哦，打粉呢哈？哦，哦，红嘴唇啊？啊，哦，就眼线是吧？啊，啊，这耳环吗？这戴一猪耳朵呀，这是，这耳环发光的哈啊！哎喂，哎啊，这个我妹妹哇！哎哎哎哎，啪！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
你把这枪收起来怎么样？没有啊，没有，身体好啊，身体好啊。我妹妹，今年好，今年啊，哎呀，你沾数字都挺清楚啊，还有那个没有，24是吧？没有，太小了，我妹今年26。哎呀，要不我演哑巴吧，好吧？哎呀，26了啊！啊你，哎，啊你说你27，谁问你了？你头七我也不管你。26。哎呀啊，我妹妹。哎，什么呀？把我妹妹从家赶出去啊？哎，那不行。哎，亲妹妹。哎，怎么了？什么意思？我是我妹妹。哦，什么都用。哎，明白了，想带我妹妹看话剧去是吧？啊，猜错了。哎呦嚯，你差点踢着我。想跟我妹妹聊微信是吧？他把好友验证都关了。什么意思？这扇子这是我妹妹。这个扇子这是你。你们俩怎么要脸不要啊？还要脸不要啊？干嘛呀？还盖上是吧？甭废话，关灯，关灯。这个我妹妹是吧？这个你，别废话，什么意思不明白？想跟我妹妹搞对象是不是？是没什么不说呀，搞对象那不行，那不行。哎，怎么了？你就这还身体好呢，一个就起不来呀。哎呦，真的。行行，你想吃这个吗？你身体好，你现在工作那么忙，身体肯定不如我妹妹。甭来这套，不行。怎么了？你，咋？啊，有钱 ，money。哎嗨，英文还不错，有钱呗。我妹妹不差钱 ，a lot of money。栾哥，我们改一个作品，我们不叫学哑语了都。有钱，我妹不差钱儿，不差钱。哎呀，干嘛？过来。有房呀。行了，我们家北京四合院儿。怎么着？你？滴。哦，开滴滴的。啊。那您挣钱全是零钱啊，哈 ，a lot of 零钱。滴滴，有车啊！现在有车有什么可炫耀？谁家没有啊？干嘛呀？滴滴，你啊？你再给我比一个，哎。
我就这样还身体好呢。啊，您那个标志一点都不标志啊。啊，中风了这是。就标志嘛，不就是、啊、这有什么的呀、啊、这车谁家有，还有一个还。哎，你自己翻译吧好吗。急死我了，你急死我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哎，标捷豹是吧？嚯、啊，就差一舌头。捷豹，我妹妹也开捷豹。我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说，哎呦，你急死我了，你。你有没有这车？你再给我比一个。啊！哎呦，这真的比标志还耀眼，真的。还要起飞呀？什么车呀？什么车？哎呀！我哪知道什么车呀？那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劳是吧？行，明白了。这干什么？给一背面谁看得清啊？啊，明白了，就是说你想跟我妹妹搞对象。啊，啊你有车、啊、有钱、啊、有房、啊、那也不行，你不会说话。我会说话。我去你的吧。科学与迷信，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哎，谢谢谢谢啊，啊，受累了啊，嗯，就是男的爱我啊，嗯，谢谢。哎，好，受累了，受累了。刚才是高峰，对，栾云平啊，是，他俩说这段啊，在后台算了算，嗯，大概得有个十五六年往上，可不是嘛。当年我们哥俩演这个，对，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多快呀，日子是不禁过呀，是啊，那会儿还觉得我们俩小孩呢。可不吗？现在回头一看，都老头了都，啊，就都五十多了。现在还行，还行吗？现在五十出头，是就还可以。嗯，真有一天到七十八十九十了，嗯，要再想说相声就够瘦的了。七八十岁了，你到这点儿，咱俩人早困了。对了，岁数大了，精力神了不行。不就是呗，对不对？嗯，五十，嗯，六七十可能还行，真到八十，那我估计就够巧的。八十，没问题啊！啊，行嘞，谢谢您吧，借您吉言啊！啊，但是你说真，我八十了、嗯，他比我大四岁，八十四，八十四，他正好是、嗯，咱就不强调这坎儿了，行不行？那个倒不重要啊！你我八十，他比我大四岁，到那会儿，我们说我出去演出去，是家里的孩子也得拦着，不让去了，那可不呗啊！你这儿子就得说我，这别出去了，嗯，那么大岁数在外头演出去去，我们不放心。对，怕出事儿，得拦着。嗯，您家里也得拦着，都不让去。您那个儿子郭小宝是吧？郭小宝叫什么？别往下说了。鱼，姓鱼。哎，姓什么不吃饭是吧？那不行的呢。您的儿子也得拦着您啊。是，别出去了啊。这个岁数，今年您八十四，对吧？嗯，您今天是坎儿啊。我用他提醒我呀，我。你要在家里的好料理，你出去上哪儿找你去？是不是？这我非死外头是怎么着？孩子一份孝心呢、啊，啊，这叫孝心。他那儿子疼他，是，是不是又该做体检去了？那倒是，他最出头上医院，嗯，不爱去，我不去，嗯，那会儿您儿子就得急了，是吗？给医院打电话接您去体检去，非去不可。孩子一片孝心呢，啊，给您送医院去，回头还得给我送信来，啊，得告诉您一声，那是通家之好，你不告诉我，过后知道我能翻脸。啊，真急呀、啊，对不对？嗯，您儿子上我这儿来了。嗯，他来的时候，我中午刚吃完饭。哦，我得躺会儿，那叫午休啊。我正睡觉呢。嗯、哎，这谁？那个您这儿子进门了。哦，哎，一进门看见郭麒麟了。哦，在家呢。啊，嗯，大哥，嗯，郭麒麟看看他。哦，
老二回来了。怎么个排行啊？这是啊，就是这么闲着啊啊啊！您没拍戏去？哎，天不好，不爱去。哦，正说着呢，郭汾阳过来了。哦，就我那小儿子是安迪过来了。哎呀，二哥来了，都知道这个啊，我来了。哦，那个咱爸呢？对，等会儿。咱爸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显得那么亲切，哦，显得亲切。咱爸那儿去了，嗯，老头睡觉，哦，啊，咱们喝点吧，还喝？哎，开开酒，炒几个菜，嗯，哥仨坐一块儿，连吃带喝。你瞧，等吃着呢，我打屋里出来呢。您睡醒了？睡醒了啊。嗯，哟，嗯，二的回来了。你们这一家子排的顺序不错呀，这个。他赶紧过来了，嗯，我要跟您说点事儿。说吧，谦儿大爷住院了。回来就别往下说了，怎么谦儿大爷了？看第三人称嘛，都这么说嘛。跟我有什么第三人称的呀？我说什么病？不是，就是体检啊，体检也不行。是，你们仨别喝了，嗯，赶紧弄车送我上医院，我看看去。哎呦，您要探视，不放心，真好。哥仨开车送我上医院瞧您去，真好。到这一瞧坏了，怎么呢？电梯坏了，上不去楼。您在十二楼。还挺高，这仨小子，咱回去吧。别看门也没有，嗯，扶着我爬楼梯，十二层，您要爬什么？我得看看我哥哥，多好啊！你仨搀着我，哆里哆嗦。哎呀，八十岁的我，上十二楼，非看不可。终于到十二楼了，嗯，这儿写着呢，嗯 ，ICU。我不是体检吗？跟我弄 ICU 去了。因为这个医院跟咱都是对口单位，是吗？给您本来啊办的那叫那个 VIP， 那多好啊！我加点钱给您改的 ICU。我用你啊！我打开门，于老师在那儿躺着，一身都是管子呀。我瞧出病来了，这我眼泪都下来了，是吗？把这仨推开了，嗯，两步到跟前看我，把管子都拔了。就我，去你弟！干嘛？现您这杀人来了是怎么的？见不得于老师受苦受罪。哦，早点死就好了。哎，拔管子干嘛？哥们儿，这份心思啊，对，对我好，这八十。真到九十了，你让我拔管子，我都没那个劲儿了。您八十都拔完了，我就活不到九十了。哎呀，真到九十啊，真到九十，咱俩连矫情的劲儿都没有了，就不正经了是吗？哎呀，我九十，你就九十四了，可不是吗？小一百了，你奔一百去了。对对，那会儿咱俩人活着就是胜利。哦，只要活着就成，咱能干什么？顶多比如上午天好，嗯，给咱俩搁到院子里边坐会儿吧，晒晒太阳，可不就这个呗？啊，也是，看看树枝的小鸟。哦，跟前有条什么小溪啊、小河、金鱼池啊，还有水，看看鱼啊，闻闻花香，嗯，也就这个呗，这就不错。咱俩跟这一坐，对吧？是多啊。一会儿嫂子过来了，哦，那你媳妇过来问，是那个喝点什么呀？这都得伺候着了。我说，嫂子，给我来一杯冰可乐。好家伙，这岁数。老子就得数了我啊，九十你还冰可乐你是要疯啊你啊？没错，来杯温的柠檬水，哎，养养胃，也就这样啊。待会儿嫂子又来了，哦，水果要什么呀？吃点水果。我说冰箱里有大西瓜，切一半给我来个勺，我自个儿蒯着吃。这是玩命的，你这拉倒，不要命了你啊？嗯，来一片苹果，来一个荔枝，好不好？他都得控制点，也就这样啊。一会儿到中午了，中午吃什么呀？嗯，我说给我啊蒸一块鱼，要一个土豆沙拉，哦，来一小碗啊这个小米粥，嗯，就行。是，嗯，哎，他可半天没理我了。他是这样啊？您说说，你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啊？我怎么就丧失语言功能了？十年前一次医疗事故啊，你不会说话，哎，那就不理我了。也问你了，你没搭茬，我们认为你不饿。好家伙，我就饿一上午。哎，一会儿到下午茶了，嗯，问我要什么，我说来一杯红茶，嗯，要一片小饼干，是啊，水果有点也行，没我也不吃。哦，就聊会儿天儿。是，待会儿天黑了，问我晚饭吃什么？晚饭，我说。蒸一个苹果，嗯啊，有牛肉呢，切两片就可以了。你瞧啊，冲一个鸡蛋，别的不要。哦啊，嫂子她吃她的，嗯，我吃我的。哎，吃完之后天就黑了，我们俩在屋里看电视，还看电视，沙发，我坐沙发上，
看电视啊。这有一壁炉，哎，嫂子坐那沙发上织毛衣。嚯，我们俩这沙发必须离着稍微远一点。为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还挺好。那是。哎，我再问一句啊，这时候我在哪儿呢？你还在院里那轮椅上坐着呢。嚯，没给我推进来呀？不是，因为中午之后外边下暴雨了。我们怕出去衣裳湿了，所以就没管你。那我就一直在外边着着，你也没喊，我们觉得没事儿。哎，这好，下次要再遇上这事儿啊，麻烦您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您别忘了给我推河里去就完了。你们俩这事儿，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你说好吗？你看，你看啊，这人他没劲就在这儿了。废话，是吧？他老憋着归我，你是谁呀？话虽如此，但是不希望老了那么快。那倒是，尤其谦儿哥，我们合作半辈子了，啊，有谦儿哥在我旁边，我是最踏实的。嗯，过奖，因为我们了解自己，咱俩也干不了别的啊，咱俩也就说相声。啊，对，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哦，说相声的命，人生在世就这俩字儿，命运。哦，这俩字儿。哎呀，命是命，运是运。哦，还分着解释。命是不动的，嗯，运是动的。怎么讲？命就是出场设置。哦，哎，你一出场就告诉你你是说相声的，你唱快板的，你唱三段快书的啊，就这一辈子就这样，这改不了，这是出场设置。哦，运是活的，怎么个活法？哎，一动一静来回转，就跟那八卦那阴阳鱼似的。哦，这两条线会左右人的一生。你看这个，各位啊，这不是封建迷信，哦，啊，人对宇宙的了解顶多到5%，不多。哎，天下很多事咱们其实闹不清。嗯，你不能一句话这封建迷信，其实并不科学。啊，你看有的人命好运不好，有的是运好命不好。哦，这么讲呢，你看比如命，于老师命很好。嗯，啊，命好，于老生这个大户人家，嗯，吃饭都是黄金的碗，嚯，黄金的盘子，翡翠的筷子，哎，就可以了吧，太有钱了，这个命太好了，没问题。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您被拐卖了。嗯，你卖到非洲赞比亚，当地的美食叫恩西玛。恩西玛就是棒子面熬的粥啊。我喝棒子面粥，金盘子银碗，喝一辈子棒子面粥，那管什么呀？所以命好运不好。哦，这也不行。你要说咱运好命不好，这个怎么说？你看，比如说您运气最近很好。哦，美国洛杉矶地区要选一个华人的领袖。啊，那好啊啊，嗯，洛杉矶要选一鸡头。对啊，去，没听说过。那不叫鸡头，那叫什么啊？那就是领袖首长，就选一个啊，选一负责人吧。对呀，哎，那么些个华人，最后选的您，哦，我当这个了。您这个运好不好？好啊，运好啊。是是是，哎，定的是大年初一您上任，好，年三十喝恩西玛撑死了。哎，那我这命运都不怎么样啊，我这运很好，选上了。哦，但你撑死了，那是你的命不好。哦，这是出场设置。所以天下是命运这两个字很难说。哦，有人跟我聊天的时候爱抬这个杠，说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是眼见为实，只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就不信。也有这话。大可不必。不必吗？大可不必。很多事情不是必须你看见才是存在的。您解释解释。 WiFi 您看见了吗？没有啊， WiFi 没有。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世上没有 WiFi 吗？不行，还用着呢吗？对呀，啊，对。声音你看见了吗？声音看不见啊，声大声小，有没有方言，是不是普通话，咱们能听见。对，哪位能看见？看不见，对吧？你要非得看见声音，那必须是澡堂子。嗯，对吧？他冒泡啊。您别提这个了，那个不现实。啊，那能闻见呢，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咱得讲理啊。是，古人你也没看见，秦始皇你没见着吧？嗯，啊，朱元璋你也没看见，西太后你也没看见。对啊，你没看见这些人就不存在吗？嗯，你这个叫抬杠。对，对不对？你也没看见我上你们家去，你怎么知道我去没去呢？这话题怎么转那么快呀，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有时候就得研究，啊，为什么好多人愿意抬杠，愿意排斥一些东西，是由于未知。哦，是因为不知道。人们愿意排斥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怎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地上 啊，天津文化剧院地上有一群蚂蚁在这玩。哦。把其中的一只拿起来装一塑料瓶里边，嗯，揣在怀里边上飞机，嗯，啊，我飞澳大利亚吧，嗯，有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哦，我飞着塔斯马尼亚到地儿，把这塑料瓶打开了，让蚂蚁在海边玩会儿，嗯，看看树，看
看看人，看看沙滩，看看景色，看完了装起来，我还回来，还把它倒在这个台口这儿，这个蚂蚁给那些蚂蚁就讲，我怎么进的塑料瓶儿，我怎么出的门，我如何过的安检，我怎么上的飞机，我到了澳洲，这个地名叫塔斯马尼亚，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他讲完之后，那些个蚂蚁就得活活弄死他。干嘛非弄死他？你说的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不相信你。哦，就不信。这个怨谁呢？就怨这个见过世面的蚂蚁。哦，倒赖他了。当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要闭嘴。说多了不成？就是吗？你显摆显摆，那就得弄死你。所以说人生气排斥都是由于这些东西。这主一直啊跟人来往沟通都是用鸡毛信。突然间回头看见卖手机的了，翻脸了，不信啊！他天天吃米饭，白米饭撒点盐就吃，哎，高兴。回头看见十斤炒饭，他急了。哦，不相信，没见过呀。哦，为什么着急生气？因为没见过。那个说相声的在茶馆里演，一天挣30块钱。是啊，挣完30块钱揣口袋里边。这听相声这个，您跟我们吃个饭去吧。带你吃饭，高兴跟人吃饭，饭桌上你把那再说一遍。又说一遍，人家给他50块钱。哦，揣这50块钱出门打车，司机认识他，我听过你相声，打车这15别给了。他觉得这就挺好的，免费了啊！你这会儿要跟他说，我走带你澳洲演出去，塔斯马尼亚，他就翻脸了。他翻什么脸啊？这少编这个没有这地名骗我。嗨，这叫没有，这就是认知的问题，没到位。所以说，好说相声的得是个心理学家啊，这很重要。你看，我给举个例子啊，研究心理的，你看你得研究，不光咱们这行，哪行都应该研究心理，是吗？你哪怕去个超市，你看看人家卖货的那些位，超市的货还有心理学吗？你看这卖肉的，他那个灯老是红不劲儿的，红的是让你看那个肉鲜，啊、对不对啊？嗯，卖海鲜的灯是蓝的，蓝的。你看那个带鱼那虾老蓝汪汪的，鲜。卖面包的那灯是黄的，黄看着好。哦，他就人物心理嘛。是。哎，这一个架眼上摆的都是方便面，你要买，你买摆后头的，后头的前面这排快到期了。哦，买过期了。你上那儿，哎呀，这儿该结账了。为什么他把那个口香糖什么都摆在这儿呢？为什么？人都是有冲动消费啊，那反正也等着，拿俩吧。哦，你就结账。口香糖，甚至你跟这儿等着等着，一回头，嗯，还有那个平时你不好意思买这东西，啊。您说呀，我这求知欲很强。啊、你看这他搁在这儿啊，搁这儿在里边单独哈，来一面柜台，哦，摆的都是这个，拿灯照着，你过去好意思挑去吗？哦、对不对？你就得跟这儿等着结账。嗯，哎，哟嗨，你看这有生活呀？你看，哎啊，嗯、人售货员也都是是吧？好，于老师给您啊，我的呀，好家伙！所以说，说相声他得灵，啊，得聪明，你就得研究，这是心理学的东西。是，你看你们出去吃饭去，嗯，上一菜，猪大肠，啊，猪大肠知道，大肠不是什么干净的东西，之前是装那个的，嗨、这一说都知道。洗完了，切得了，炒好，这盘端上来、很贵，卖的贵，你爱吃，找个碗，啊，这碗很新，也盛一碗那个东西，嗯，盛完了就泼。嗯，几个人就刷就烫，高温消毒，药水消毒，嗯，消毒多干净，再给你这碗你也不会用。哎，还真是。哎，你吃大肠你还吧唧嘴儿，对不对？你看，端一盆水，我跟这洗脚，洗完脚，于老师您洗个脸吧。凭什么呀？你准不干。当然。可是你到了游泳池，你还扎猛子。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嫌一个人的味儿不够啊？啊，我得集体的是吗？所以天下事就是两种，就是科学与迷信。你看啊，哦，你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信了，就这么解释啊？你看，你迷迷糊糊信了。为什么叫迷信？哎，迷迷糊糊信了。哦啊，不是所有东西拿起来就哎迷信，你迷信那个不讲理。哦，不能这么直说。你比如说吧，这个做买卖啊，人家屋里边供一财神爷，是前面摆一个姻缘宝，嗯，没有毛病。哦，这个可以。谁都有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权利。哦，
财神爷到我家，我的生意兴隆，就口彩儿，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挺好嘛，讨个吉利。对，但是你打这儿要往歪处走，就是你的不对了。这还能歪到哪儿去？您比如说啊，在门口开了一个相声的小剧场，哦，有相声小园子，瞎说吧。比如说 啊，就这门口是开一个相声小剧场，好，叫什么名呢？叫威尼斯，水的这是。水不是相声小园子，叫威尼斯，这一听就不像个相声园子，就早就听着不省事儿 啊，省得别人举报咱。哦，您还在那这儿还？哎呀，你先防不胜防，知道吗？哦，相声园子，威尼斯，威尼斯，哎，观众也很喜欢，啊、门脸装的金碧辉煌、哦，生意很好。啊啊，对门又开了一家，哦，又开一个相声园子，这叫什么呀？哎，它叫金海岸。好，这俩没水都干不了，合着、嗯。马路对过，马路这边啊，肯定会抢生意。他们俩抢生意，那肯定是听相声的，这边来了、嗯，那边就少了呗。是，所以说这就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呀？哎，两边都会有艺术顾问的。哦，艺术顾问、哎、回来一问，艺术顾问提高艺术水平。顾问说门口啊立两块那个玻璃镜子，嗯，两米高，来两块给他照回去。哦，把这不好的风水照回去，毁他的风水。这叫什么主意？你这个啊，艺术顾问出的主意。什么艺术顾问呢？这边啊，两块镜子，人对过也有艺术顾问呢。哦，他呢？人家让摆四块，又照回来了。哎，这边就上六块，嗯，对过就是八块镜子，哦，全是镜子。他们两家打架，救活了三个玻璃铺。哎，这嗨，对吧？嗯，就是从口碑上再营造一下气氛吧。啊，对不对？说什么呀？这边贴上啊啊，繁荣相声市场，好。那边也得贴上，嗯，弘扬传统文化，这对呀、啊，啊，嗯，那边写上了，嗯，我们都是正规相声，嗯，那边写我们没有特殊服务，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这边写 SPA 免费，哦，那边搓澡不要钱，哎呀嗨，您这是相声园子吗？这个，你听哪句有相声？就说是呢，就这种恶性竞争，所谓的要换人家风水，其实这就属于是迷信，啊，这就不应该了，别人说相声的爱信这个。爱信的，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传统文化啊，这东西它是剥离不清的。哦，但是说相声呢，有俩特点啊，一个是特别容易信，嗯，一个是特别不容易上当。这有点矛盾，您这话。你看这些年出了那些个气功大师，嗯，那些个高人，嗯，一发照片都是跟影星是歌星一块儿、嗯，你看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当吗？哦，这倒真没有。哎呀，为什么呢？说相声进门。不是骗钱就是偷人。哎呀嗨！哦，说相声的这比他还坏呢。那、哎、是啊，这就算这些大师们走运，没碰上说相声，沾惹上一个说相声的，他就得倾家荡产。好家伙，我们这行是信。于老师当年也信这，我愿意信这个。于老师17岁就干专业了，说相声，这点我很佩服人家。这娃娃腿嘛，你看我这些年一直是体制外民间闲散艺人。于老师没法比啊！哎，您太客气。17岁就是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配件艺术团的演员。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个这里边还有相声吗？您这个团这个业务很丰富，啊，这面太广了。就在那儿上班啊。17岁有一个相声大赛，哦，有比赛，丰收杯相声大赛，啊，这大赛到对口啊。于老师很希望拿一等奖。我那谁比赛不希望？不是哪那么容易啊？对，就有高人给出主意了啊！你去烧个香拜一拜，让我去拜佛，很好啊！啊、哦，于老师就决定去了。嗯，在哪儿呢？哪儿？北京京西妙峰山。妙，我上那儿拴娃娃去了是怎么的？啊，什么话？妙峰山就是拴娃娃的地方啊！妙峰山就一个庙，就一个娘娘庙啊？啊，对吧？就一个娘娘庙啊？哦，还有别的？你要说拴娃娃求子，你上娘娘庙，是你不是求一等奖吗？那有地方吗？单有一个庙，这儿供的是这个冠军老祖。哎，什么乱七八糟，我都没听说还有冠军老祖。我一说你一听就挺好。哦，哎，于老师就去了，是吗？哎，啊，到这儿，人庙里有当家的。哦，这位施主跟我来。还有施主，领到大殿，大殿里面正当中供着三位老祖。三位的，这儿当间坐一个，哦，这边还坐一个，嗯，这边靠下还坐一个，是当间这是冠军老祖，这边这是亚军老祖，哎，这是季军老祖，哎，好家伙，哦，于老师光光磕头，
啊，磕完头问当家的，嗯，说以前没听说过，咱们这是属于什么教啊？对呀、啊，当家的乐，我们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跟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属哪儿管、啊？我们归公社管。哎，公社管。对，你今年多大呀、啊？是，我今年17。哦，电影大赛我想拿一等奖。好好好好，啊，雄心壮志很好。好，嗯，来根烟抽吧。哎，嗯。于老师说：“我才17呀、啊，对我抽不了烟，你已经抽完了，啊，来抽一颗啊，抽一颗。”于老师点一颗啊，哦，我第一颗抽烟的时候就这范儿啊，哎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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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有底子，嗯，你有发展，嗯，是是是，喝酒不喝呀？嗯，酒不会，你看，你看，是，哎呦，蹲蹲蹲蹲蹲蹲蹲，来来，喝一杯，你也得喝。喝完就一等奖了啊！哦，打打打打打打，哎呀，好，还打嗝，当家的高兴了，是吗？烫头不烫啊？哎，嚯，好家伙，我这三样是那儿学的，是吗？把头烫了吧？啊，这真烫啊！真听话，坐在那儿盘上卷儿，跟当家的待一天，哎，叼着烟卷，拿着啤酒瓶子，一脑袋卷儿啊！哎呀，说我这个艺术怎么办呢？是啊，当家的说不着急，艺术不着急，你就这个状态保持好了。嗯，有一天遇见一个叫郭德纲的，你就算成了。哎呀，哎呦，这叫什么地方？他一说一乐的事儿 啊，单指着这个他成功不了啊。那错不了。你听说谁是拿冠军、拿一等奖是烧香拜佛来？那不行啊。嗯，当然您信这个也是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因素。怎么我这还跟遗传有关系？他爷爷那会儿就特别信啊，对，老人他就容易信。他爷爷关键什么都信。怎么叫什么都信？你说得出来的，哎，只要市面上有的，嗯，哎，他爷爷就全信。他都信什么呀？哎呀，你说得出来的这个教那个教，古今中外所有的，只要他能知道，他能记得住的，他全信。啊，没有不信的。到后来信到最后，他给自个儿定位了。定什么位？我不能再无信乱信了。对，其实我不是个一般人。我是唐三藏转世，他自个儿说自个儿是唐三藏转世。他说他是唐僧。哎呦，大伙儿不信，您怎么就是唐僧？尤其最近越来越相信。怎么呢？因为每次上厕所去解手去，嗯，完事脚底都发黏。哎，您这叫唐三藏转世啊？您这叫糖尿病综合症，知道吗？我认为我也得抓紧时间。度化世人，度化，哎，你看这个词儿，度化世人，你看出去度人去，度人收费也不高，多少钱？2块钱一个，哦，度一个2块钱，好家伙，你说度一个就2块钱啊？啊啊啊！电焊得多少钱？对，好，是那个度吗？啊，嗯，后来这儿去那儿去，有一天他爷爷到曲艺团去度化，哦，上曲艺团了，哎，有一个北京曲艺杂技农用三轮车机电配件儿，对，哎，就上我们团了，但是很不幸啊，很不幸。夜里边被这帮说相声的把他爷爷给吃了，为什么吃了？他们说吃唐僧长生不老。好家伙，一团的妖精，合着是？哎，什么话这叫？对，废话，你不能这样发泄你的不满啊！但是这个就各种信这个东西在你们家根深蒂固，全信。你包括他母亲，嗯，老太太啊，老太太人特别好啊，人是不错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台上提到他母亲了。您不长时间吧？因为后来就说他们老爷子了啊。哦，老太太其实很好，老太太遗忘了，很善良，善良，很善良，特别疼人，没错，就怕给人找麻烦。哦，你老太太不舒服，嗯，跟儿子说看病去，不舒服，不去，不说，哎呀难受，告诉于谦送他看病去吧。啊，怕给儿子添麻烦。嗨，这何苦？就问别人这有没有偏方啊？哦，找偏方。街坊有那个好人呢、啊。嗯，你啊，京西妙峰山、啊，怎么又妙峰山呢？那有一个冠军老祖庙，我怎么没听说、啊？你上那儿求点香灰，哦，求香灰，吃香灰啊，吃完病就好了。哦，那能好得了？老太太本来就便秘，啊，上那儿求香灰，给了3斤香灰。哎呦，我们真没少给。回来之后蒸大馒头，老太太都吃了。哎呀，还告诉我不让喝水，干吃。好，吃完香的难受。那可不，一个多礼拜都不上厕所。那是啊。这后来实在不行了啊，拉出一盘蚊子香来。好家伙，我妈肠子也细点啊。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又问又高人有没有办法。嗯，有人说了，这个得找药引子。
这还有什么药引子？药引子就是你们家亲人身上的肉。这谁出的馊主意？这是中国古代关于这种故事很多，有吗？你比如说，想当年有一个故事叫割骨奉君，这故事春秋战国啊，晋献公的妃子骊姬，嗯，打算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所以得把那个太子害死。哎呦，太子死之后，他的弟弟重耳逃出去了，带着文武群臣，中途路上没饭吃啊，有个大臣叫介子推，把自己腿上切了一大块肉，弄熟了。让重耳吃，哎呀，割骨奉君，你包括二十四孝，丁香割肉、嗯、也是。婆婆虐待儿媳妇，儿媳妇还很尊重婆婆啊。婆婆有病了怎么办呢？切自己身上的肉，弄熟了让婆婆吃。中国古代这种故事很多。哦，有古人。老太太回来之后想这个事儿，嗯，自己觉得肯定有道理，但是嗯，很难实现。拿谁的肉是谁让啊？是为了我的病好，让家里人切块肉，嗯，下不去手啊，嗯。夜深人静，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一边流着眼泪，是一边磨刀。哎，这干嘛要杀人呢？是怎么着？夜深了，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一着刀就把人杀呀，谁说的？磨刀啊，磨完刀拿这刀电不丁腰，不、哦、进屋了，真灵，站在床这儿，嗯，老太太眼泪下来，又哭了，这事儿干不了，下不去手，真拿心思，嗯，这都是自己家的亲骨肉，那可不是，是不是啊？老头跟我一辈子、嗯，我能切他一块肉吗？那怎么下得去？是不是、嗯、啊？儿媳妇人家没毛病，人家孩子。嗯，我能这样吗？你等一会儿，你等啊，怎么了？我爸爸跟我媳妇儿挨着睡呢。哎，这是丧心烂肺吧？废话，你是站床头数，可不是挨着个数吗？不是，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那几个屋装修都跟这大铺子先忍着，忍着也没有这么忍的。不是你第三个那边就是你，我就废话啊，废，我不能在那边中间得隔着我。这有个帘儿啊，哎，有帘儿也行，有一道帘儿，哎，对，这道帘儿把于谦啊隔那边去，哎，把我隔那边去啊，没听说过，没有哈啊，就是你跟你媳妇在这儿，哎，不能，你爸爸在这边，对，老头躺着啊，嗯，老太太看着你，眼泪都下来了啊，我的儿是，我很孝顺，嗯，我怎么忍心也行拿刀切他。对呀、啊，我都对不起他爸爸。嗯，他爸爸呀，现在云南是，不是在？你怎么不对、啊？你这又胡说八道。怎么这我爸不是就这躺着呢吗？这个是父亲，这不是父亲不一样吗？哎，你糊涂一样，我还说这个啊？不是你这越说越糊涂。哎呀，这不重要，不重要。不，这太重要了。这不行，不能耽误时辰，该下刀了啊！哦哦，就吃。思来想去，这吃儿媳妇的吧？啊，吃儿媳妇。哎。金莲啊，金莲，金莲，他姓什么？姓潘。哎，潘金莲。儿媳妇坐起来了啊，干嘛？嚯，好，干嘛？嗯，不让嚷，我叫你有事儿啊。好家伙，嗯，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什么话这是？什么话这叫？出来，出来，院里说了，院里说了、啊，院里说这事儿、嗯。儿媳妇，你跟我闺女是一样的，是妈妈现在啊，说死就死，嗯，就指着这块人肉了。你能给妈妈来块肉吗？啊，儿媳妇大笑弥天，怎么样呢？拿过刀来，咔嚓！哎呦，腿上来一大块肉，给婆婆自己切。老太太托在手里，眼泪哗哗的，太肥了啊！这肥呀，这就别挑了，这就吃这个玩意儿得有手艺。怎么还要手艺？那是他是当药引子用的，是吗？老太太得自个儿弄。哎呦，烧大柴锅，把水倒在里边，底下拉风箱。哎呦，那个风箱拉的咕哒咕哒，那个水烧的哗啦啦哗啦啦。哎呀，把这肉搁在里边去，到五六成熟的时候，是就把它搭出来。哦，小刀拿过来，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嗯，碎的麻底下上面搁上整的，哎、兑好了佐料，香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酱油、盐，和、嗯、了匀了，爬了吃。吃完之后，你猜怎么着？这就好了，死了。那是的。哎，好、哦，谢谢啊，给我了，给董事长的，好的好的，我上架去啊，好嘞。
谢谢啊。这个相声啊，一般都是编的。是，刚才这个呢，就是有个90%的真实的这个实事儿，没有那么高的真实度，没有这样啊。啊，对，行，不重要啊。这谢谢大伙儿。那今天是钢丝节的第二天，对，啊，第二场。这个为了钢丝节呢，就是您各位疼和我，嗯，咱们一块儿过个节，热闹热闹啊。哪儿来的都有，哎，山南的海北的往这儿赶，得谢谢您各位。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啊。谢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没错，哪儿都出高人。嗯啊，你看到人山东啊，孔圣人，哦，那是那儿的，山东的吧？对对对，孟子，也是山东的，山东。秦琼，嚯，山东都是名人。河北，你看，刘备，啊，张飞，这是河北的。对，山西，你关云长啊，那圣人，关夫子，对，那是山西的、嗯、啊。安徽啊，包公、曹操、朱元璋也是，都是那儿大人物。天津，马三立。马志明，哎呦，郭德纲、郭麒麟，哎，这好，对，天津出说相声的，那可不，这我们这特产啊。今天是第二场、嗯、啊，这个明天是我们的第三场。这两天的都是原来我写的一些相声，嗯，哎，大伙儿给叨叨出来演一遍。是、啊，其实呢，这个很难为他们大伙儿，是吗？因为说相声这行业就是得自己给自己写啊，啊，你量身定制之后换到别人身上很为难，张扬个性啊。所以今天看见高峰老师，你看。篡改了我的原著啊，得了啊！一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就是，哎，观众有时候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哎，咱们也是依然如此。您要喜欢谁，您说出来，让他给您再表演个小节目。来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这个到这个环节了，非常激动啊！给大家唱个叫小班吧，好吧？啊，哎，师傅，您是不是也会来着？哎，我不太熟悉。哦，这样吧，咱俩合作一下。哟，咱俩人唱啊？行不行？那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啊。哟，那我低点好吧？好的，好的，好的啊。哎、来，叫我放我前面。谁先唱啊？我先唱。那来，好的。嗯，一将功之的、哎先。现在就要开始了吗？是的，是的。哦，那好的啊。好的。一将功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鲜。张立功阿门，来呀！不是您接叫我爸，我还得我唱啊！是 是，哎，我以为接最后一句。不是钢丝节吧？大伙儿再来，再来，我给你讲到。哎呀哎一将功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鲜。张立功阿门。不是，嗯，再来一遍就可以了，有点累了，再来一遍就可以了。好的，一将功之到令箭，还没腻呢，有点累了，来。一将功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新鲜。张立功阿门，叫小芳。好、啊，谢谢。这就是技巧。嗯嗯。还有谁？张鹤伦呐，来。啊，小白啊、嗯。啊，谢谢大伙啊。对。谢大伙那个我也唱一个吧。嗯。我想唱一个我师傅那之前在唐伯虎点秋香里边一个唱段啊。这个。好了，谢谢您。我雇的。我看出来了。他都喊出钱味儿来了，到时候多少钱我退你啊？表现不好，那个来啊，好一位受苦的人，没了帽的小书童，那里哪儿冷？云烟似你跟到了这儿啊，有什么毛病？那里哪儿冷？好一位风流子啊，陪了我这梅花容，那浪大岭？王宝钏雪平贵呀、啊，寒窑里苦等，那大灯？玉堂春太原府啊，遇见了这王金龙，那里哪儿冷？小张生西厢院呐、啊，调戏过崔小姐。调戏过崔小姐啊，调戏两回啊，玉啊，
他忘了，差不多。梁山伯祝英台呀，变成了两只苍蝇。哎，俩蝴蝶。蝴蝶，小蝴蝶飞来飞去，飞出了满天星。噔噔噔，我好比大馒头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就是发面饼。滚蛋！一边蹬。我就是白米饭，你就是辣子鸡呀丁。今日里府门外呀，乐得我直蹦。噔噔噔噔，从此后就不得安宁啊。这个也快二十年了吧，这个得有啊。孟鹤堂啊，好，来来，一二三，孟岁。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下回就重来，你准备好了啊。来来，张九龄。大家好，啊，昨天也在这儿演出了。搬场的时候给于大爷抖了一包袱，结果这个效果比吃的苍蝇屎还恶心啊。今天就规规矩矩的吧，这个师傅的粉丝过生日，给您念个喜歌啊，朋友们啊。节奏响，走上台，见到了大家笑开怀，深鞠一躬敬个礼，祝师傅的粉丝身体健康好运来，咱们人人全都多发财，谢谢大家。接下来可以到孟鹤堂了，哎，快来吧，孟鹤堂，来，快点，一二三，来吧来吧来吧，请大家原谅，我们就俩傻子，知道吗？啊，难得我们俩碰一块儿。那个，我给您起个头啊，一见公之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叫翻，还能唱。我们俩用你起头啊！我们俩再给大家干个来吧，来吧，还是传统节目啊！来来来，好，来来啊！来，三二一，走！梦塞，骷髅梦哈，骷髅梦塞，梦塞哈，骷髅梦塞，骷髅梦哈，骷髅梦塞，骷髅巴拉梦塞耶！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黑怕，万兔万兔，你的神话！梦塞卡拉苦那个梦塞的骷髅巴拉梦塞了梦塞嘿，梦嘿嘿，我他妈的给你谋，给他干啥的干啥的，我都给你谋啥？梦塞卡拉苦那个梦塞的骷髅巴拉梦塞了梦塞嘿，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梦塞卡拉苦那个梦塞的干啥的干啥的，过分了。我要听明白这个，我是那个，我跟你说，小饼，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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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张哥，别哥，快来，快来，快来！我你快来，他就爱从后边抱人，这个到我这就有点戛然而止了啊！我呢，今儿也别开生面，给大家伙唱一回，这个，你那托在那儿呢啊！哎，这是半道捡的托儿，那这个给大家伙唱一个这个，这我得说你都这点儿你要退票啊，你有点惨无人道，这本来都是送的啊，保安给他弄后台来，嗯，让他爸爸来赎他来，嗯，哎，你回来，你别借这机会，他都退票了，废话，退票是我的事儿，哎，你哪儿疼来？唱几句这发字形行不行？好，也不丢人是吧？这个比发大财怎么样？先有的发大财，后有发字形，这可是老话了。福字儿贴，还是发大财好一点，实在是不好听。退票吧，还是退票去，踏实退票。来，外甥，这是我外甥，也是我徒弟啊。他姥爷是我舅舅，我们是这么一关系啊。来，儿子，回来。我这外甥是个傻子，你看见吗？我给大伙儿唱一快板吧，太好了，好，他的特点是唱板子。对，我给唱一快板啊。哎，好嘞。刚才退票也是他吧？来，你们俩人火着用一个粉丝是吧？我来了，来吧，来。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他这是跟谁拽镊子呢？我招你，我惹你了啊？行，唱的不错啊，唱的挺好啊。还有谁啊？大家挨着来吧，来，来来来，那谁九成，那狗回去啊，来九成来，啊一块来，好，叫光哥啊，光叫一声不行，你得给大伙唱唱。我那个师傅，我跟成哥我们俩一块给各位唱一个京剧。哟，好家伙啊！开始吧。爱听不听，不听死。你怎么跟观众说话呢？我不管师傅，他气我。哎呀，哎呀，要不是我师傅在这儿，你就掉下来了。你唱你的，一会儿我打他去。来吧，师傅，来唱一个《蜀太保》。哎呦，好，杜连寨。来，冲嘞矿一锤嘞矿，对对，旌旗空中飘，大太保压在国门后。所以啊，这个京剧没落是有原因的。退票吧，嗯。还有人叫壮壮，别着急啊，他不得一个一个的丢人现眼吗？是吧？啊，来，你唱，你是你让狗回唱，我唱着啊，我唱啊，唱着。哎，谢谢谢谢。对对，旌旗空中飘，大太保压在国门后猫，二太保身来又略逃，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嫩斩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画江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阿的好压在过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国倒比一国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来，刀对着刀。好，谢谢九成。那么接下来我建议我们台上台下所有的朋友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栾云平给大伙演一个，这是独特的出场方式，他有不一样的表演技巧。来来，有请阿栾。我真的，来唱，你解释一下你躲后干嘛去了？我真的特别怕这个环节，塞反了，塞反了。因为啊，这花儿，这花儿，来，哎呀，于老师您过来吹口气就行了啊。哎呀，因为这个我真是我摆到底了，有你。我没有烧饼，他们唱的好，我也没有陶小阳他们蹦的好，我变一花儿出来好吧？你看。这叫什么玩意儿是吧？真的，变一个就变一个，好不好？好，哎，还真会。这个天津是出古彩戏法的地方，那是。既然大家都想看我演呢，把舞台交给了我啊。也没说都交给你，你时间快到了，就这么一个手绢啊，这儿都没有啊，这是花儿没有没有，咱就往手上这么一搁。于老师来口仙气儿，真的。不，这气儿太小。再来一口，啊，好，有了，怎么样？这是什么呀？狗屁！去，老好言，来，老好言来，师傅，那个我也唱个京剧吧。好，我唱一个赤桑镇的包公戏。好嘞，啊，你开心就好。骚娘。唱完了吗？唱完了。要不咱今儿就到这儿吧，哈。我这个岁数受不了这个惊吓了啊。来，阿涛，给您唱段打亮。好。啊，
谢谢大家。去年唱一回了，给您唱一段。去年唱一回了，休息回，说今年今年这玩意儿都一年唱一回的是吧？来吧。往外不是当亮吗？我前面唱完了，师傅，我第二唱就是当亮。往外迎，往外迎，满腹凄凉，草木凋零，血已阑干，泪珠儿倾，一阵金风过，落叶满中庭，思想起郎君一去，老没有回城，在外飘零。谢谢。壮壮来。我唱你回来我就挺高兴的，因为郭麒麟最近也快回来了、哎啊、我唱一小声吧，您爱听不爱听吧。锦绣河山美如画、啊、祖国建设跨骏马。谢谢。等着过来让郭麒麟打你，我告诉你吧。高老师，我唱一老旦吧。一见娇儿啊，好人太少。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这个于老师，谢谢各位，谢谢。我们之前有约定、哎、啊，好几年不唱、哎、他说今天唱、哎、对我这个是打过赌的，从此以后就好几年了，从此以后就不唱了、嗯、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咱们有机会有机会，谢谢、啊、等跨年封箱再说吧啊，让于老休息休息、哎、嗯嗯嗯，这个其实每次啊演出到返场的时候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啊，台上台下大伙儿一块玩，但这个环节也是最容易被人家找毛病的啊！有人把这单独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还得问我：“你看这是相声吗？”啊，嗨，我也没说这玩意儿是相声，大伙儿开开心心嘛。这就是你上火锅店吃火锅去，人家送你盘炸花生米，你拍一花生米，然后举报人家：“你看这是火锅吗？”你不讲理了，有点啊！来吧，天也不早，人也不少，都往前站，咱大伙儿一块唱几句《大西厢》啊。嗯。你们要会跟着一块儿啊，这些日子呀，这个前两天跟这唱两天戏，倒霉唱戏上了，后台我一看个个都咳嗽，但是都戴着口罩，我挺开心，一上台他把口罩都摘了。所以人回去之后我这两天也来劲儿，到今儿稍微好点，昨天都快说不出话来了。来啊，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一心赶考狗奔东京啊，走过三里桃花店啊，越过五里杏花营啊，桃花店前出美酒啊，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边边打马十里长亭啊，
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啊。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演出到此结束，祝您各位晚安。